好嘞，这边来，给你专门拍个。是是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不要。叫咩菜？遇见我了，不厉害，他还是不跟你。对，我觉得招着他了。要不会不会有点多？我拿着。你扫他的位置。哎呦！我还在是不是有点重，挂着脸皮了的？对啊，你轻轻的摸他都不会搞啷的，他就是感觉有点痒啊，他会往头往那边甩一下。你媳妇是美女担当，你是颜值担当，可以的。快了，你等嘛。